大的鹌鹑，生蛋了吗？没有看到，好奇怪。这个从小猪开始养的啊，所以比较慢哦。我说这个啦。这个差一个月的样子。这些鹌鹑还没有大到可以生蛋了，姐姐。它有一定的时间呢。嗯。那只头，你看你这个三只，这个十二只都好好的。那只头，这个很好养的。你看外面，那么冷的天气也不会，不会死掉。嗯。现在两只手抓着，因为它会飞。它会大。啊？它会大。它会飞啦。怎么会大？大笨，哇！太大只，我扛。你头不用到，应该不会飞。好吧，这样摔到会不会受伤？那、这样摔到会不会受伤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哇！之前我们忘记关下，这还有一点点。嗯，哇，全部跑出来啊！还好抓回来，全部抓回来，十二只哦，好，对对，十二只，好好好。